逛这边吧。嘿，因为现在不能出国，但是呢，在新北市有一个地方架满了让大家解解瘾的地方。其实新北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欣赏樱花，然后这一次呢，新北的樱花假期就推出了这边一个造景，让大家可以来这边拍照。除此之外呢，你接下来继续看我的节目就可以知道新北市哪里可以追樱花了哦。